鸭场新闻观众大家好啊！我哋咧而家喺波源谷延伸中学出边，啱啱咧就有啲警察啊到场，佢哋话而家警察就话要兜个圈。氣氛都好緊張，因為一啲啱啱話掉雞蛋啊，嗰啲學生咧就四散咗噶啦。咁就試完啦，就啲學生啊，就校友啊，發起接放學行動。都未能證實。嗱，咁有警員講粗口啦，就對人母親啊，做啲問候啊。喂，記者行開啦！咁啊，要求記者行開咯。喂，行開記者，我打住警察，行開。咁一上到平台之後，啱啱指罵警員嘅人士啊，就走咗啦。保良局，明明新中學啊，出邊謝偉國嘅。咁啱啱都好明顯啦，聽到啲警員咧都講粗口。咁係個白衫白褲嘅學生啦，就應該真係純粹一放學經過，估計放經過啦。看一下發生什麼事。我們要什麼校長，我們了解一下先。阿魯多來講呢，是在中國的校長嗎？見到在下面，就搜查了一個穿黃衫的男士。從校服咧去判斷啊，應該係何朝中學生，咁警察就冇拘捕佢啦，人哋叫佢離開啫。揾到獎啦！喂，睇住樓上掟咩落嚟啊？行出啲，記得小心啊！上面有機人飛落嚟啊！好，係啊。一係就行騎樓底，一係就行出啲細咯。嗯，係啦，咁啲警員都提醒翻啲記者啊，就叫我哋小心啲啊，因為咧可能樓上有啲人會掉嘢落嚟。現場咧就清緊啲磚頭啦，同埋咧清走咧喺閘門外嘅鐵欄啊咁嗰啲。咁黃衫嗰位男士咧就繼續俾人截查緊。我都有啲不滿啦，見到。就係突然之間咧，就同喺平台上面嘅一啲街
苦啦，翻翻嚟地下。嗱，咁見到咧，教職員啊，即刻走人啊，因為開咗大門，咁啲校工都即刻準備走啦。今日啱啱早段時間啦，就用咗啲鐵欄啊，嗰啲咧就圍住咗個學校門口啊，咁啲去師生誒，或者啲校工啊，教職員都走唔到。咁有一名咧藍黃色衫啊，戴口罩嘅男士，就被人截查。提醒記者小心睇車。我哋喺荃灣石圍角可能都要新中學。那位被截查的黃衫的人士就獲放行的，就沒有做出任何拘捕。可不可以講一下什麼事的截查你剛剛？沒有行沒有執截查多點。明白。你是立場人士。我不想見我。好，沒所謂沒所謂。有沒有手提袋那些？好，他剛剛有沒有有沒有要求你除下口罩剛剛？他沒有，我給他看而已。是是，明白。咁而家咧，見到啲警員啦，就都企咗喺中學出邊，就戒備緊，大概就大約30個啦，大約20-30個嘅警員，咁就有3架嘅警車，1架衝鋒車啦，再加2架消防車，係啦，咁就叫佢哋上車啦。不知道會不會在附近就做巡邏啊，記者稍後都會去附近走一走看一看。咁見到其實佢都不是防暴警察啊，都是呢警員。在國際面啊，校方交涉緊。好的，
副下可唔可以傾幾句啊？我冇嘢發表，因為咧全部都已經喺網度。你係副校啊嘛，係咪啊？係做曬聲。你係咪副校啊？可唔可以講幾句？即係會唔會告啲？即係啱啱係咪你哋報警係咪都係會唔會告啲學生咁樣嗰啲啊？會唔會報警啊？我想問。我哋係需要關注員工嗰個安全。我哋唔係話你需要去拉嗰啲嘅人。係，咁係咪你哋報警啊？啱啱已經係全部做曬。哇！係咪頭先？係咪你哋報警㗎？啱啱。但係你會唔會進一步提交資料俾警察嗰啲咧？都嗱，相信呢個應該係副校長啦。因為聽佢講，今日就係副校長同佢傾嘅。咁而家咧，一啲嘅教職員啦，就離開，相信係最後一批啦，因為咧都有啲學校職員關門。都上班曬警車啦，未知會唔會喺附近一帶巡邏。學校就走曬啲人啦，聽佢哋講就應該學校入邊係冇保安嘅。好，或者咧，我哋可以稍微行一行。稍微行一行啦，出去學校附近一帶嚇，睇下有冇啲截查啊嗰啲嘅情況。趁行嘅時候再簡單啦，都好難好簡單講啊，都好多事件啊。咁就咧，其實發生咩事呢？就係咧，喺早前啊，就傳咧有兩名嘅大陸學生啊，因為咧政見不合，就咧同一啲嘅校內學生啦發生口角啦，甚至乎咧就拉咗佢去打。咁之後咧，就令到被打嗰班學生嘅朋友都可能好不滿啦。咁啊，將嗰兩名嘅大陸學生嘅大頭相咧，就放咗尿兜。咁咧之後，亦都令到對方好不滿啦。咁然後咧就捉咗佢哋兩捉咗一啲嘅有關學生啊，就去揾校長，同埋都有啲肢體衝突。係啦，咁就依個第一件事啦。第二件事咧就係校方啊，就之前咧喺校外門口咁就俾人噴咗啲標語，咁校方就攞啲黑色膠袋就遮住啲標語啦。然後咧就喺放學時間，有學生就曾經啊將嗰啲嘅膠袋啊就扯走咗，但咧就隨之而咧就俾校方咧就帶咗去學校，就令到一啲嘅校友不滿啊，就認為呢個屬於禁固啊，屬於禁固，咁就令到佢哋好嬲。係啦，咁跟住之後咧，校方啦今日就再發咗信啦。咁佢哋啲校友就覺得都好不滿啊，因為都仍然純粹係攞肢體衝突嚟做一個講法啊，同埋話澄清係絕對冇禁固。咁校友咧喺早段嘅時間就曾經入過學校啊，就同校方理論就，但係就冇結果啦。跟住之後咧就要求佢哋喺傳媒出邊，即係因為傳媒喺校外啦，又不如企出去一齊咧公開對話，但校方就冇答案，話要講都講曬啦。咁跟住之後咧，咁有好多校友啊、學生就開始都越嚟越不滿啦。咁都有掉雞蛋啦，拆毀一啲嘅鐵欄就封咗學校嘅大門，都有掉一啲垃圾桶，同埋咧就掉咗兩樽咧，就懷疑係油漆嗰啲嘅水樽啊，咁掉咗學校入邊。咁其中一樽咧就中咗個學生學校嘅老師只腳啊，咁個老師都要即刻清洗個褲腳。咁然後咧，去到啱啱啊，大概五點左右啦，五點幾左右咧，咁就突然啦，有三架嘅唔止喎，原來都可以睇到係一架、兩架、六架警車啊，就到場六架警車，最少六架警車，
就到場，咁就即刻落嚟咧就追截一啲嘅學生校友。咁咧喺知道有警車嚟嘅之前咧，咁啲學生都四散噶啦，即刻。咁咧就曾經啊，咁有一個黃衫嘅男士喺附近又俾人截查咗啦，但最尾就冇做出任何嘅拘捕行動。係啦，咁而家咧咁之後咁就有啲嘅警員啊，就同校方啊交涉。聽翻嚟咧，咁校方就話冇意欲啊，就做進一步嘅起訴啊，或者去即係舉報嘅行動。係啦，咁都話咧，其實都只係想確保翻一啲嘅校友啊，咁啊確保翻一啲嘅教職員啊、校工啊安全咁樣。咁但係事後記者再追問啦，咁有冇係咪佢哋報警啊，或者咧係唔係會唔會再去舉報嗰啲有關嘅校友啊、學生咧？咁咧學校校方懷疑係副校長嘅人啦，都一律不答，都只係純粹強調翻佢哋只係想保護翻校工同埋教職員係啦。咁然後警察應該喺冇拘捕任何人嘅情況底下，咁就咧之後都上車離開咗啦。咁我哋現場情況咧，其實就睇到呢一度先，因為咧而家都啱啱啊嗰啲示威嘅學生啊、校友啊、一啲街坊咧都四散咗啦。我哋如果再有陣間再發現有其他情況咧，我哋再開直播。好，咁請大家繼續關注立場新聞啊！